开始了。小心不要摸，不要摸那个。有刚有昨天有人咳嗽，你慢慢走。好。他很敢，欸，你问他没有拉哎，欸。他有写几点吗？对，是四点吗？四点。都是冰。哦，很雾哎，欸。刚才声音好像啊，刚才哎呀的声音，真的吗？A C C， 什么 3:45？什么东西 3:45 啊？我前面听不清楚。这边吧。斜的啊。对啊，就差不多正前方，下面一点点。哎，越看 越走越近，就看越清楚了。有冰吧，踢踢踢踢，对，脚跟脚跟。脚跟还有。对啊，用踢的，踢你的掰顶。转弯啦，看不太清楚。好雾哦，我觉得这边也变好雾哦，看不到路了。对啊，看不太清楚哎。你还是要下，你要换，要不这次换你先下。那边吧。这边吧，这边。对，左脚踩好，左脚踩稳。看不清楚，好恐怖哦。那还是不要了。
你过来一点点，过来这边一点，对。然后左脚踩稳哦，牵在岩壁里面就，雪地里面就不会危险。左脚踩稳，左脚。哎呦，哎呦，还好吗？对啊，你滑太高了，就顺顺下去就好了。啊，你可以过去捡板子吗？我怕我冲过去会撞到你耶，我刹车也没有很好。我过来。啊！我也掉，小雷打死，两个人怎么跟你摔一样的、啊？我还想帮你捡板子，结果。我自己居然好，帮你捡，帮你捡。哎呀，哎呦喂呀！哎这，又过来就好。哎，哎，那里好像就是树嘞。两个人都滑歪了，滑太高了，卡到了。快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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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哦，为了转方向让两个人摔倒，好呆哦！哎，哈哈，哎，脚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好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啊，好嘞，啊，好嘞，摔一个就爬起来就很累，你板子不要掉下去哦，板子不要掉下去哦，又掉下去很难捡。哎，啊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我怎么站起来，是我一直在掉下去，可恶！啊，好累，好累。我看一下。我要把这只脚踩，踩，一脚，好，踩，嗨，好笑、哦，哎脚，哎脚，哈，哎脚，啊，好的。爬起来，爬起来，啊，啊，好累哦，啊，累死我了。你可以吗？哎，周少，你不要再往上滑，你上面比较平，放到上面去上。啊，好累，好累。对啊，上面这边比较平，上面比较平，上去上面上，不要在这边上。啊，累死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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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累死我了，累死我了。对，不是不能斜的，不能斜的，一定要打横的，打横的。对，那里比较平。啊，啊、哦，累死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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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可以吗？你越掉越下去了，你要不要两只脚都脱掉，像我一样，比较好爬起来跟穿。好、啊，对，到平一点的地方，先爬上来，对，爬上来，爬上来。两个人都摔了，跟着我，跟着你一起摔了。啊，你这只鞋好像松了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好，我帮你抵住。你鞋底摔了下去吗？等会，看一下，这是风
放在你后面。好，我帮你撑住，你踩，进，踢一踢啊，你的脚，踢一踢，我看一下，你的脚太多冰块了，踢一踢，踢一踢，踢一踢，你脚下超多的，超多。我们俩可能会在这边困到，再滑下去坐缆车就要回家。啊！然后就摔下来了，还好吗？没事，可以吗？都在跟好。嗯，等会前面还是太多了，再踢一踢。对，还好。等会，脚起来。好，好。脚踢一踢呀、啊，踢一踢呀、啊，对，啊，好像还不行呢。为什么？我看，我看，你鞋脚底好像还是很多。好累哦，摔一次就累死了。来，我帮你扶着，你穿。等会我再帮你刮一下。好了，来，穿。好了，应该可以了。哎，可以吗？好，另外一脚。我帮你拉下来，得到。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子穿。好。好。还是我先吗？啊！我眼睛掉了。哼，好，你先吗？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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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 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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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下去啊！我刚刚不是就转一个弯吗？然后就下去啦，转一个弯。转一个弯，对，转一个弯。哎呦，哎呦，对，然后我们就下去了啊。怎么了？你说我害你雪崩吗？我怎么又往下走？是吗？我雪都往下走。那就我推的啊。啊？真的假的？不是啦，不是，白走。不会啊，那软软的不会怎么样。酸酸的。好，可以滑出去了，准备就可以滑出去了。是很累，要广急刹车。我滑到前面，忽然间，哇！怎么会有人？周少宇，周少宇敢下来了？他本来就敢下来啊！哪有？他刚刚一开始那次是没有，不是这个啦。开始不是这个啦。你还好吗？没事，我只是把我的扣好，扣不起来。哦，好辛苦。因为他，我叫他这次换他先走，结果他一走，他就啪就被出去摔倒，然后我就说换我，哎，我跟出去我也怕了，两个人都脱板，就快摔，我说
我们两个滑这一趟就已经来不及了，我要去坐。我说你们一鱼下去，我们俩困在上面。还好吗？没事啊。他而且从迷雾中突然冲出来，我吓一跳。还有啊，我在要前面。对，没注意到你。我有听到 Barry 的声音啦，所以我以为他是知道他爸爸来了，所以冲出来。没有。哎、欸，周少宇这样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看前面呢、欸。我认为前面是没有人。不要滑到那里。逆向行。好，走了吗？上来。他走。这趟上去就要去坐了。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们耗太久了呗。脚并好，斑斑，脚并好。你都想滑松雪会被卡到，站好站好，到完了，太陡了吧！哦，哇哦！他会怕，你真的爬下去？啊！先骑骑马，小心哦！转弯，转弯，转弯，对。那你就要转弯啊，一下来就要转弯啊！幸亏你都不玩这个。啊？我说你等下你来玩这个啊。我还玩？原来这是最后一趟啊！没有没有，这是最后一趟了，因为真的来不及了。是到底车是3:45还是4:00？3:45广播应该是3:00的那一个。嗯，哦。我一直有听到3:45，然后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可以啊，啊，马上转弯哦，好，马上转弯哦，嗯，那我也要。真的吗？你不是说要？是啊，其他的我都Thank you.
10分まで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。お時間間違えないようご注意ください。アテンションカットマンパノラマフェリ反正就算了啦，坐上去就好了。你要等我、啊？什么用？Excuse me, gondola is until what time? Gondola? Four. Thank you. 我这样没有流血。啊？那当然是没有血。哪流血？那边是四点十分，是这一台。我反击要往下。往下是吗？这个、啊、这个东西。哦。哦，好了，收工了哦。我只看得到冷血。哦，你看我们在那个困多久？我们两个摔倒，我们要搞半天，站不起来，两个人都穿不了。酸哦，明天再玩，明天不能玩。嗯，后天吧。嗯，站不了，穿不了鞋子，好惨。哑巴，很糟，这个很糟糕啊！膝盖酸酸，爸爸刚才就摔出去了。摔出去会怎么样？谁？爸爸。爸爸摔出去，差一点呢。是啊。在边边呢、啊，跟我在边边、啊。嗯。哦，对啊，所以你爸才摔倒，你爸是故意摔，应该是故意摔倒的，因为我有时候。像你今天问我为什么摔倒，我也是因为那时候我倒过来了，我已经倒着了，然后我觉得我不摔倒，我要不知道滑多远，所以我就会摔倒，我就摔一摔就好了，摔倒就会停下来，就安全。嗯，拿起来吧。是啊、哦，好啊。你说你不方便打，对不对？敲柱子，对不对？然后敲钟哦。最后五下。来得及五下吗？什么东西？我要最后敲五下，当哦，我不知道还有几根柱子哎、欸。他一共有12根。对啊，我不知道还剩几根。107，108，有上过112吧？109，110，111吗？对，112吗？一号。12。一号吗？13。哎、欸，不止哦。14。15。我记得是120几。16。117。117。118。1号，118。第几根？第几根？你刚好看第几根吗？有啊，第五根。这才第五根哦。嗯。啊。11根啊，一共有11根。不是12根。到站的那个不是。哦，到站那个不能抢。哦，超雾的耶，今天。拿，我想偷看一下雪镜拿掉一下。我靠，雪镜好像拿掉更雾哎。哦，你不觉得吗？对啊，穿起来比较好。嗯嗯，哇塞，好酷哦！超酷的，高级耶！什么高级？哪里高级？帅的！来，你的，我这样戴着就当做眼镜酷的。杆子拿来，来了。嗨！你不要把你的那个敲坏、哎，不要，你也不要敲太重，把你的那个敲坏了。好累啊，今天也是很累的一天，会不会累？累。对啊，蛮累的。嗨。嗨呀！嗨呀！三下还是四下了？他们要学你。要用板子踢耶！啊！板板，不要用板子踢，你到时候板子掉了，你就死定了。
你可以把这个拿掉，然后用这个打。不要，我不拿掉了。不要。弟弟比较短腿，他要掉下去。爸爸不要哦。嗨呀！你都把人家都敲坏了。哎、你们敲掉了。不要敲了啦，被妈妈骂了。最后一下了，最后一下了。轻一点，轻一点，再敲那么重。爸爸不敲。嗯，他被骂。这个恐怖回忆。嗯。从这里的差点摔下去。哪有摔下去？就在那里。真的吗？还好吧，没有摔下去吧，安全的、啊，安全的、啊，血那么多还好啦、啊。我只是觉得很好笑，你摔倒，我也跟着摔倒，也飞出去。快乐的回忆，很好玩吧？好玩吗？嗯。那、啊、为什么小的那个不敢？那个就往前一点，然后就顺着滑出去就好。我要飞出去啊！没有，就是身体往前啊。身体不是就跟我们最后要冲去缆车，不是都要？我不是叫你往前，身体往前，这样压着就好了。最后一个，今天最后一敲。嗯，轻轻的、哦。到了，到了。好像变慢了，你有觉得车变慢吗？没有停啊。突然变慢了。好像都没人的感觉，有没有觉得都没？你有觉得都没人了吗？哇，你有来玩一趟哎、欸！他跑步啊！前面就是啦，正前面往横着走就是了。哎呦，好累哦！对，走这段真累。休息了，休息了，上车了，上车了。收工。啊，哎，环顾一天，我这有在动吗？有吧？没有。没有吗？没有秒数。没有，没有。超过一小时吗？哦，秒数有了。我有说亮灯没有看到？好，看一下。